大家好，又是世紀21每周短评的时间。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復建居屋对楼市的影响。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访港的时候呢，他们曾经讲过，他说楼价呢是一个民生问题，亦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如果搞得不好呢，就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讲完之后呢，没多久呢，我们都听到呢，就特区政府已经是比较明显了，是讲明呢復建居屋会积极研究，而且呢亦都有一些消息传出来呢，已经在各个地区那里呢是找紧地了。我們看來呢，就復建居屋這件事呢，看來都事在必行的了。問題呢只是說具體細節何時推出啊，這樣啦。我們知道呢，在中國較早時候呢公布了國家"十二五"規劃，其實呢在那個社保範疇那處呢，亦都對一些保障是低收入的老百姓呢，是會在五年計劃是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給低收入家庭作為一個保障住房的安全線。看來在中港兩地對處理這一類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都是作為一個民生問題去處理的，就兩地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問題就是在自從停建居屋之後呢，在香港呢就在土地規劃上面呢就沒有預留居屋這件事的，咁變咗而家呢急急腳呢要揾地啦。咁但係地喺邊度嚟呢？咁樣一係你就將而家已經規劃咗做住宅用途嗰啲用地係轉居屋啦。咁但係呢個呢又會牽涉到呢將而家嘅現有嘅住宅供應減少㗎喎。如果你減少了這個住宅土地供應，其實這個也是另一個推高樓價，會平衡了你做居屋想提供多些比較受規範底下出售給合資格人士的單位，一來一回。另一樣要修改其他用途的土地用地呢也很難，郊野公園你不能夠修改用途啦，其他綠化用地不能夠修改用途啦。而近年呢，由於呢是市民呢對保育、對環保的關注呢，亦都令到呢填海攞地啊，你想話將一啲嘅唔係用嚟做開住宅嘅用途呢，係轉做住宅係好困難啊，增加密度另一個方向啦，亦都係有難度嘅。咁睇嚟咧，都係要頭痛一陣咧，先諗得到啦，點樣可以咧騰出一啲多啲嘅用地嚟起居屋啦。所以我哋估計咧，起居屋眼前就算呢一刻即刻拍板咧，最快都要3至4年咧，先出到嚟嘅市場度噶。嗱，呢一段時間咧，我哋都見到咧，適逢咧，政府直接賣地啊，公布咗收緊按揭之後咧，再嚟一招咧，係推出復建居屋。樓市過去幾個禮拜咧，就的確係淡靜咗嘅。十大屋苑成交咧，都係相當之稀疏嘅。嗱，個樓價喺呢段時間亦都有少少回落嚇，消息公布咗。嗱，長遠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即係話真係出居屋呢，個亦都要考慮一下當時整體成個市道嘅形勢。往往一連串的措施出的時間呢，就在時間上面呢也都很難拿捏得很準確。我們過往呢也都見過有些情況呢是出了措施了，但是呢適逢呢那個時候呢息率已經是回升，回升的時間呢，其實一個樓價的上落呢和息口的走向呢有個莫大的關係的，所以呢這個時間拿捏是很難，這個我們都同意。只不過在一個較平衡的市道情況底下，我們覺得出居屋是對一些符合資格但是他不能買得到私人樓的家庭是有幫助的，這個是一個利民的措施，是由公帑撥出一部分
係俾符合資格而幸運地咧抽籤中籤嘅家庭咧可以選得到。嗱，當然咧呢一個對一個私人住宅市場咧係，尤其是對佢臨界嗰部分啊，中小型住宅嘅市道咧，呢個係會有將一部分嘅買家係拉走咗離開個市場嘅效應嘅。咁所以咧，如果係話有衝擊的話，亦都係應該以中小型住宅市場咧嗰個衝擊為大嘅。嗱，只不過亦都講，其實呢個效應咧，只不過話喺嗰個居屋嘅禁售期內咧，呢一批買咗居屋嘅業主咧就唔能夠賣翻出市場。在那段時間呢一批樓咧個流動性咧係細咗嘅。嗱，就係問題咁樣，喺禁售期過後咧，如果呢啲居屋嘅業主想話係換樓啊，或者想套現啊，其實咧佢亦都可以透過咧係補地價，去達到佢想做嘅目的嘅。而呢一批嘅買家咧，亦都有一個效應咧，就話佢累積咗一定嘅購買力之後咧，亦都有機會係重投翻私人市場。咁所以我哋嘅睇法咧就話，復建區屋其實只係話將個部分嘅買家，尤其是個上車盤嘅買家咧，係抽離開市場一段時間。當呢段時間過咗之後咧，其實佢亦都會重投個市場嘅。咁所以咧，其實對整體嘅市場咧，只係一個延遞嘅作用。喺度我哋亦都唔反對政府推居屋，亦都希望咧出呢個措施咧係能夠幫得到一啲係低收入嘅家庭咧，係達到佢哋置業嘅夢想嘅。多謝。